我今天来桥头骑东西了，天气太热了，没得食欲，拿了一个大谷子过来打包，往前走吧。这是武汉本地人和靠北的好位置，他不搞大上，但是他胜在接地气，他没得环境，但是他味道好。这里的老板就跟武汉的天气一样，热情似火。打包打包，大哥，你看我的锅子能打个几大的锅？大哥还是怎么锅？打个大锅嘞。大锅噻。嗯。好。要留着，一样一半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锅飘的一点都，飘的一点都，不能太辣了。一样吧的吧？哎，一样一半。这条街最有名的就是牛肉萝卜汤和牛肉饺子了，每天晚上五六点钟开始营业到凌晨。这给你打好一点。我打好一点嘞。你打肉牛肉牛杂软嫩劲味，萝卜微甜飘香，加上看起来有食欲的红油，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吃辣的人都忍不住了。那我要找位置上一下，先不转进去了。老板听说我要上一下，赶紧挖了一条牛肉，豪气啊！这就是武汉人的江湖气息。好烂呐，特别烂。这条街上不停地听到有人啊，饺子、牛肉汤、汤包、花甲、烧烤，晚上来宵夜，只要找一家坐下来，整条街上吃的都可以一起点，一起结账。饺子已经开始做了噻，要饭量好了就做。今天做好肉的呗，你做好钱？20号钱的噻。再不做了呗。怎么饺子就一个？40。一个。牛肉饺子半斤起卖，一斤饺子40个，44块钱。外层焦脆，用武汉话说就是蛮苦。这一锅都是我们的。哎。都可以装两盒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要装两盒。嗯。我装20个。刷刷啦啦的就把东西买好了，取了刚刚的牛肉汤，还买了一斤饺子，打包回去，为人一起吃噻，一起过节。